Hey, 你好，小朋友。Welcome to Miss Yang's Fun Reading Rock. 今天杨老师要读的书是《棕色的熊》。棕色的熊，你在看什么 ？Brown bear, brown bear, what did you see? 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Before we start the reading, 我们要看一看今天的 fun reading question 是白色的狗，你在看什么？今天的问题是白色的狗，你在看什么？棕色的熊棕色的熊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在看我。红色的鸟，红色的鸟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只黄色的鸭子在看我。黄色的鸭子，黄色的鸭子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匹蓝色的马在看我。蓝色的马，蓝色的马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只绿色的青蛙在看我。绿色的青蛙，绿色的青蛙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只紫色的猫在看我。紫色的猫，紫色的猫，你在看什么？喵！我看见一只白色的狗在看我。白色的狗，白色的狗，你在看什么？呜呜，我看见一只黑色的羊在看我。黑色的羊，黑色的羊，你在看什么？呗。我看见一条金色的鱼在看我。金色的鱼，金色的鱼，你在看什么？不不，我看见一个老师在看我。老师，老师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见一群孩子在看我。孩子们，孩子们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我们看见一只棕色的熊，一只红色的鸟，一只黄色的鸭子，一匹蓝色的马，一只白色的狗，一只紫色的猫，一只绿色的青蛙，一只黑色的羊。
一条金色的鱼，和一个老师在看我们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。啊，小朋友，这就是今天的书。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：白色的狗在看什么呢？你想到了吗？对了，白色的狗看到了一只黑色的羊，就是它。That's the answer. 对了，你做得很棒。谢谢，再见。